Hey, 大家好，我是 Sing。Oh, 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带来的是这个超级沃马尔 Super 沃马尔的一个实战解说啊。那这一场沃马尔带来的是这个风暴破坏者、飓风双刀，再加上圣剑，遇到了刚好也是这个暴击操控者悟空啊。那这一场呢，大家就睁大眼睛看。我有一些地方我会慢动作哦，仔细替大家讲解。我跟你讲，沃马尔打野、啊、行不行？我觉得在前期真的是非常强。你说沃马尔其实最麻烦的、最令人诟病的点就是他的蓝啊耗得很快，因为他一直使用技能一直控场，他基本上啊从这个一技能到大招，从大招到被动，从被动到他的普攻啊，都是可以晕眩对手的。虽然说有时候是要拼几率啊，但是呢 ，but 好不好还是非常的控。那在他体质本身就有点差，但他攻击力呢又很高，所以我觉得他走这个打野路线呢是可以，但是他前面清兵剑速度就比较慢，就大家要稍微体谅一下。但是呢，他因为吃也慢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办法，正所谓啊、要开源，我们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经济。这一场我经济呢是直接领先对手了，是蛮多的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农经济的啊、哦。我沃马尔是一个吃野速度很慢的角色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农经济大家都要看清楚。好了，对方呢这一波呢感觉想在魔龙这边闹事，我出来吓唬一下，跟他们讲说，哎、欸，除非我打狼哦，你不要这样哦。那对方悟空呢现在在上路露头，所以表示说呢他可能会想要先吃古龙。但他露头有点久，加上夜叉不给他抓，所以呢他在那边会浪费蛮多时间。我在这里突然这个犹豫不决，踌躇不前，我不知道要往上打还是往中打还是往下打。这边看到对方阿莱斯在这里晃，但是他应该是不会靠过来我这边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机会。那我这边就趁什么阿莱斯特离开的时候先吃兵线。我沃马尔吃这种群体的兵线其实比较快，好，但你吃一只只野怪就会算慢一点。然后看一下这一波齁，我跟悟空呢准备要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。我先续好一技能，他敲飞我，我也敲飞他，但很可惜我的二技能被他破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大招转起来寒冰制裁留在我身边吧，宝贝。这边我想掉很快，不过没关系，他打出暴击，我这边再一锤，我这边一个普攻也打出一个暴击，但他暴击还是多我一倍啊。那这边的话我们互相拉开，这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，很像是两个这个 Super Saiyan 在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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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打一打突然互相拉开。好，我这边看艾瑟丢大招，哎、啊，一丢大招完蛋，我直接过来晕眩他，大招转起来，一次转两只，好爽快，转两只回血回更多，哦，一次回4%，这边红锤锤下去，对方直接爽歪歪，头昏眼花，小鸟到处飞。来，这边还有一个夸克在下面，以为啊，你以为你在母龙这边就没事吗？这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直接过来一剑敲飞，这一波拿了一个 triple kill 啊、哦，非常非常的凶，非常的凶啊啊，成功的拿下。这一波会战，那对方的悟空呢也是嗝屁了。你也看到我们刚刚都怎么敲，我们是不是先敲后排，对不对？直接往对方后排这样敲下去。沃玛如果你是坦克的时候，你光沃玛出全坦去敲后排都很有可能敲得死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是要出这个 Super Storm 沃玛尔的一个这个装备啊。那这一套的装备呢，我以前啊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出什么白豹啊满速啊，但是那种白豹满速适用的角色其实真的不多哦，除非你是玩什么射手类或是悟空，那才比较有机会好好发挥这套装备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改观了哦，我现在改观还是会出一些实用性的，然后攻击又高的装备。那我这边呢，走来这边想要纳闷，奇怪嘞，刚不是才死光一群人，怎么我蓝 buff 就不见？可是呢，蓝 buff 呢还在地图上，我想说他应该是出去玩找朋友，可能去找隔壁摊的红 buff。哎，果然啊，小朋友就是这样，玩完了就知道回来，所以做家长不用担心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居然是夸克先生把我的蓝 buff 给拿掉，那这就不行了、啊。那正所谓事不过三嘛，他已经拉了我两次，
是是哦，我想说他应该不会再拉了。那我就想去看一下他有没有在那边，结果哇操，他居然还在这边。来看一下，这个一定要敲屁屁，一定要打屁屁，一定要嘎嘎袭击。你看我大刀使用时机点哦，我大刀用在对方我们阿莱斯特的大刀快结束的时候，我才丢大招，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夸克被控制的时间最久。这边这个你是红雀是吧？啊，艾翠斯，我、啊、直接一个敲屁屁啊，再把他屁屁敲高。好，那这上路的这防御塔，我们就快速的给他打爆了啊，打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、哦、对方艾斯还想要吃我家的野怪，这我的，你是在哈喽吗？野怪当然是我的。那这边的话又看到一个红 buff， 对方悟空不知道会不会过来吃啊？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都算还不错，要硬打架的话是没问题。夸克过来这个钩没抓到，就没什么好怕。但我个人认为呢，就先撤退好，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蓝了，而且加上我的红被队友抢走，所以我就只好呢。好，再去吃一下野怪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到这边的话，对方的经济跟我们经济都还算最高，以最高来讲，他们的勇经济算不错高啊。哦，一直有在维持。那我这边看一下中路，对方夸克丢大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有个艾瑟的草丛，他看到我了，他看到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一技能虽然敲空，不过二技能有晕眩到就好。这边再一个二技能，直接红锤敲起来。我不缴大招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队友呢离艾瑟有点远，他就算开大招过来，他队友也没办法瞬间帮到他，所以大招先不缴。来，我们敲完之后还看到一个蛹，这个夸克当作路障没看到，直接过来这个蛹敲起来，二技能再缓一下，大刀转起来，晕眩，没晕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一技能可以逃跑。这边左扭右扭一下，以防夸克出钩。哦，那这边夸克呢？哎，怎么丢给你一下？我的妈，刚刚怎么羊癫疯疯了一下？好神奇啊！我刚刚其实是可以一技能过去，直接把夸克给他敲起来，但蛮奇怪的，他没有过去敲。那这边对方阿莱斯特自暴自弃啊，打说我就烂了，我就烂了，嗨起来。那既然他打嗨起来了，那我建议一定要打一个什么？哇塞，我 super 沃马尔啊！好了，那这边的话，下一把飓风双刀准备出来。这边悟空呢被我看到，你在哪？还想要作怪？这夜叉的大招也是教的蛮准，直接锁住夜叉，不锁住对方的悟空啊。那你看沃马尔在吃兵线的速度是很快，所以呢。我这场农经济的一个这个小诀窍就是去干队友的经线，哼，你一定要抽碎嘛，你帮他杀了，你不抽点碎怎么行？沃玛其实打这野怪的速度并没有到非常非常快，但是全攻击沃玛其实算也是蛮快的。好，这边看到对方的艾翠斯，一剑能敲到吗？他交起大招，他交大招之后我们就不要再，就好吧，算了，就放过他一条生路吧。我们在这里等下一个人路过，有人会路过吗？安安，有人吗？有夸克，有夸克，夸克不会看到我了吧？我觉得他可能看到我，所以我这边就算了，这边就不要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、哦、这边哇，我准备敲爆这个蛹，他看到了吗？那个 slow motion， 你不要以为是你们家的 Siri 跑出来，那就是我的 Siri 跑出来。那个蛹吓一跳，哇，我刚刚真的可以敲到那个蛹啊！我说实在话，我没有在这个虎啸啊，我也没在 Hello 啊，刚刚那个蛹真的是被 Siri 救了，真的是 Siri 救了那个蛹。不然的话，那个蛹真的，我一套敲敲绝对死，但他肯定有闪现，可能不会死。那我这边就打说 ，Siri 救了你，哈哈。好，那这边要做一个蹲点，但是其实这个点蹲的不好，因为呢，我刚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上面那个小兵可能已经看到我，所以呢，这个点的话呢，就已经被对方发现，那就没有必要蹲点。那这时候我会看到上路有兵线，我个人呢是这个自身利益放在最前头的、啊。我要先来吃一下，先弄一下自己的经济啊，队友的生命啊，就让我置之度外啊。我呢，还是先求自个发育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这个要打一个这个经济流嘛。好啦，那这边看到勇的血量很少哦，剩下四分之一，冲过来，悟空敲了一下，我靠，悟空敲爆了这个夜叉。那我呢要来围堵啊，全员大逃杀，围堵政策啊。现在呢，悟空被通气了，这个悟空了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要把你打到四星球都吐出来。悟空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来，我们这边做一个包夹，我就不相信他多能跑。他看到我吓一跳，二技能缓一下，反正晕倒，基本上掰不，没问题啊。我这边的酱还拿了100块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蓝白，我们看一下吃一下几秒，大概吃了也是有点久，大概吃了4秒。这边终于爆发一小波会战，我们队友呢被敲死了，但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嘛，你敲我队友，我就要过来敲你。这边顺利的收掉这个夸克之后，我血量突然走了一大半，吓到我。好，这边看一下对方的勇哦，勇还有艾瑟，这边两个后排绝对要敲后排啊，这就是这个融会贯通，你懂吗？只要找后排敲就对了。你看到是保皮啊，就是这个概念了、啊。你玩这个刺客就是这样玩，所以你玩这个
坦克刺客也是这样玩哦，敲后排就对，而且沃玛尔敲后排真的是超级爽，对方后排真会吓一跳。你是坦克的时候，你出全坦装敲后排都敲得死，更何况我们现在是一个全输出装，这边看到谁，谁看到我都会吓一跳。你看对方艾崔斯看到我直接拔腿就跑哦，这一波来我感受到这个夸克准备要死的灵压了。这个剑拔弩张，我直接叫 Uber 送你回家，你四八四想回家。这边还一个勇勇啊，你的时期也到了，我这寒冰之仔喊一下，再一个二技能加普攻。这边艾崔斯想弄我，我一个一剑往后拉之后回头敲你一下，那他大刀准备缴出来，但是呢嘿嘿，挥棒落空。哎，我这个生命诚可贵啊，我的生命诚宝贵了，怎么可能轻易就被你给收掉。他刚刚那个棒棒敲下来带斩杀效果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死掉哦，很有可能哦。所以刚刚那个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话可以乱讲，饭不可以乱吃，玩笑也不可以乱开，刚刚那个真的很危险。那我现在血量剩三分之一，其实我待着也是不太好，但是我就在这里哎，野外露出一下给对手看一下。哎，古来艾崔斯上当了，哎，你是不是想找我，我这边过来一技能加上二技能搭配队友直接收掉，没问题。这边的话防恩呢很可惜啊，人家帮你挖好坟墓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就在这里颐养天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就哎，看到悟空想要追阿莱斯特，我们要舍身取义啊，还是要过来保护一下。两肋插刀啊，我只有两个大锤锤，他其实非常非常强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杠片啊，我这样看起来至少在五十几公斤呢、啊。你看一下，如果你说这个去健身房五十几公斤的人拿起来那个哑铃，那就不得了。那他另一个拿的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他看起来像是拿那个摇锤还是什么挖狗小的。或者是练那个练挤压的，就是一个挤压棒这样。因为我这边看到一出戏，夸克居然在塔下开大，那么阿莱斯特，哎，奇怪，这夸克很神奇耶，他是一个神奇的夸克 ，Amazing 夸克，那我就给他简称叫神夸 ，May 夸，差不多这个概念。好了，你看这边上路呢，是不是有个艾崔斯？这艾崔斯我就跟夜叉做个包夹，哎，就有艾崔斯，哎，懂哦，懂逃哦，哦，懂逃。突然想到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一天啊，用蓝啊跟贡九他们就去游玩游戏，然后呢用蓝呢就是被那个石头压到，然后他们就出游嘛，对，那用蓝呢他就叫那个贡九哦赶快逃走，所以就有一句话叫做用蓝然后贡九这样啊，点到就好。这个勇吃了我的红 buff， 我在这里看你那么久，你还在那边啊，那个要耍猴戏是吧？啊，那貂蝉过来，就算不过来，我还是可以杀掉这个勇。红 buff 看很久了，就被勇拿掉。这边还有个悟空啊，悟空吓一跳，大招缴了起来，他吓到直接按大招，厉害厉害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呢，这个打到这边啊，其实已经15分钟了，差不多该分出胜负了，准备要大绝招了。大家把你的双手举高高啊，我准备要丢这个元气弹。这边看到夸克这没问题啊，我可以揍爆你啊，哎。好吧，这夸克有点坦，哇靠，被抓到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左扭右扭出逃，哎，对方的艾崔斯想干嘛？坏，这边旁边有阿莱斯特，我赶快加紧啊，加紧马力快跑。这边中路还看到对方的悟空啊，那很可惜，我这一点忙帮不上。好，那我这边有点可惜啊，所以就回家补了一下。那这边看艾崔丢大招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应该可以，我还有一个复活弹夹，被艾斯特绑到，我还是可以杀。这边艾斯特被抓到，基本上拜拜啊，冲过来直接一技能，这边拿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我这一场打到现在拿了13颗人头，拿了13颗人头，那因为有复活战甲所以没死过。好了，现在对方有呢拿到黑暗之势，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灵压，拿到黑暗之势的灵压，这边是不是要抓一下这个勇？勇去哪里？我直接绕一下路，我觉得他就在草丛里，草丛，哎，他交了一个闪现跑掉了。那边的话我就不过去了，我就在这里吃兵线，顺便回点血量，因为我们有出那个红刀嘛，再加上，等一下，队友不对，等一下 ，Oh my god， 不要啊，千万不要啊，我这边过来帮忙，但发现为时已晚，哇，直接白补。这边刚刚我以为队友完完全全可以啊，那最后被对方直接一波反打，666，我只给对方一个666，那这一场呢就是这样输掉了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，不然的话前面真的是啊，超猛。